书法大师甘冰山手提一公斤的大毛笔，一口开来写下“祥龙献瑞”四个大字。这是南投县政府文化局以古代文人的开笔礼仪式，要伫新村来展现南投县艺文界的新气象。开笔仪式在古代是非常慎重的一个活动。那文化局能规划这一项活动，确实让我们在新春期间能开响第一炮，也让我们龙年大吉大利。除了真特别开笔礼，文化局也邀请到南投县美术学会以及多位重量级的书画大师，共同来创作一幅名为《农家乐》的大型画作，并计划要将这幅作品以戏馆再做黄金十年，来作为庆祝总统、副总统正式就职的礼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南投县美术协会邀集了大概十来位的老师们，来将南投的一些农业的情况，南投在龙年行大运的五谷丰收，将这幅画呢，能够呈现在5月20号的时候，呈现到马总统跟吴副总统就职典礼，以我们南投县的一个观光县，还有农业大县，将这幅画呢呈现给他们。那希望这一幅基座在我们总统、副总统就职典礼的时候呈现给总统，一方面呈现我们农家乐的景象，另一方面当然也提醒我们中央未来在施政的时候，能特别关注农业县，也让农业县的所有的乡亲，大家都能过着一个非常舒适愉快、生活美满的日子。最后，馆长李朝谦也特别前来共同参与这个盛会，并在林肯老师邀请之下，共同加一条这幅图的创作。众人有讲有笑，和文化局精心安排开春活动是相当成功。记者金芬山采访报道。